当吃，免煮免炖，营养都好吃。刚才厨房电线突然冒火花，好恐怖哦！别怕，我马上去修理。很危险呢，还是请合格水电行来修理比较有保障。合格水电行要去哪找啊？已经整理出合格水电行业者，只要上网搜寻合格水电行，在严选所在地就行啦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局提供。苏格的声音，上好听的电台，老子的广播电台，跟你上麦哟。